看有没有什么答案呢？七七五，七乘六，乘五，乘四，乘三。然后他说，那个前排分成前排有两个，后排有三个，所以是二阶，看乘以三阶。我是二阶，就是他可能会前后或后前，然后可能是，所以还要乘二阶，乘以三阶。然后这边就消掉，然后就等于二阶。哦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是这样吗？好吧，好像错了，那谢谢。大声一点，我好紧张哦。然后就是有七个人，然后七个人在各个的演。我不是，我在干嘛？哦，五个人，啊，七个人，就是七个人啊。哦，七个人开始选，然后。第一个位置有七个选，七个人可以选，六个人可以选，然后第三个有五个人可以选，四个、三个，所以就是一七取五，就是七乘六乘五乘四乘三，就是二五二零，还有2520种不同的星星。那个号码锁嘛，你就把它想象它是号码锁。嗯，然后呢，它我们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不是有零一直到九，所以总共有十个。然后因为它不是要问你数字，就是比如说它问你个位数，那你的第一个位数就不能是零，所以你要扣掉变九。然后是因为它是密码，所以零是可以算进去的，所以它第一个就可以有十个。然后这里是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，然后全部乘起来，十的四次方就会等于一万。然后，对，我是这样算，就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结束。Thank you。它值了五次硬币，所以是五阶。然后它有三次正面跟两次反面，我们算五。其实这样的话是，会有算到重复的，所以我们要除以三阶乘以二阶，然后这样算出来的话是，十种，它会有十种排法。七个要分给七个人，然后就写七阶，所以两个一样的红球，然后所以再除以三阶，三个一样的绿球，再除以两阶没有球的，然后就会等于200。决定一条直线，所以是西七取二。
是28吗？7×6。对，好。你可以把大方的把那个式子啊写在上面啊。三个篮子选一个，第四个会是两个篮子选一个，然后这样就是五